各位所有支持统一狮的球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宏杰，这次很开心能够到高雄澄清湖棒球场，一起为中华职棒统一狮5月27号的女孩主题日担任开球嘉宾，希望当天能够看到你们，然后一起走进球场，为我还有统一狮中华职棒加油，我们高雄见。各位所有支持统一狮。啊，罗伯顿，罗伯顿，